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我们刚刚忘记测试这个连剑了哈，所以现在的话要让庆哥测试一下这个雷剑，好加散弹可不可以把我秒杀？好，那在我右手边是橘子汽水，啊，他也来看我当沙包了，16000，好16000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跟他讲在，好在，好在，来。好，如果单放雷剑的话是无法把我秒杀的。哦，看看，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。哎，他好像连不起来哎，我看他散弹跟雷剑好像连不起来，散弹跟雷剑连得起来，散弹与雷剑，好、哦、雷剑，哎呀，这个连得起来吗？连得起来吗？好，问他一下。哦、我感觉好像卡卡的，他雷剑放好久才放散弹。竞标场出现高价物品了，我、哦、看一下卖什么。倭国战马啊，不，玉皇府旗晋升令。我试看看，好、哦、试看看，等他、哦，等他试。哎，青哥他没有学真炼金化器的样子哎，我看他洗怒气要洗好久哦，消，好没关系，我都已经随时准备好了哈、哦，等他。连不起来，好，我觉得连不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还活得好好的啊，我还活得好好的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差是有点太长了哈，连不起来。再一，好，再一。不过橘子汽水趴了，橘子汽水趴了，所以血量高还是有好处的啊。血量高的话，就是当沙包比较不会躺，比较不用一直来回。他说橘子，抱歉打到你。好，我好了，我好了 ，OK。等一下，要不要补个这个结界法啊？补个结界法的话，应该可以撑更久。我忘记是要雷剑才能加散弹啊。等一下补个结界法，好，补个结界法。我忘记是要雷剑才能加散弹，不懂。消，好了，来。我觉得这次是庆哥的手机卡了，哇，他连放了没放？他消已经消完了，结果还没放。哎呀，我怎么莫名其妙挂了？天哪、啊，是我卡了哎、欸，是我卡了吗？还是这个什么必杀技？怎么突然莫名其妙就挂了？哦，好猛！刚刚觉得汽水说好猛，所以应该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？哦，不是很懂，莫名其妙挂了。好，我再加油，好，再一次，我刚刚死了，莫名其妙，再一次。而且我刚刚也有吞结界法哎，再一次，好，来等哦，刚刚死不明不白，再试一次哈，看看这个连击怎么样。好，等庆哥放，来喽，好，哎呀，可恶，他先射我几下，好，把血补满，来吧，等你的，好，等你的。消，好消，好消，消就消。12825，哎，我又活得好好的，好血量刚好多一千，好刚好多一千，好，所以刚刚那个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哈，突然莫名其妙就挂了。好吧 ，OK 哦，那测试的话先到这边，好连接的话也测完了，好，庆哥称赞我非常的强哦，他说赞兄弟，好，所以我血量好之后还会继续堆高，好堆高之后的话应该就。能够当一个更称职的沙包了。那叫什么？我们顺便测试散弹化身，好哦，好哦，哦，他连散弹化身也有啊！天哪，他这只也太强了吧！什么化身都有。好，那就给他测试散弹化身，吃24散弹。好，庆哥的话很喜欢打中英文，我们听得懂，看得懂。好，这个是谁啊？李，哎、欸，我记得元素，好，元素的话是散弹化身。好，等。吃24散弹，我已经好了，好跟他讲一下，我好了。已使用散弹化身攻击905，好，就等你，我站过来一点好了哈，看看，好让庆哥来打，同时打我们两个，好故意的。
赋能000，所以它的元素完全没有搞，完全没有搞，一接，好一接，来吧来吧，好，来吧，好来吧，好，请庆哥来放了哈，他放完了，结果活得好好的哈，活得好好的，好吧，所以这个元素化身的话，应该可能过时的哈，目前的话应该没办法杀我了哈，应该没办法杀我了。好吧，应该都测完了哈，应该都测完了。我要来顾小朋友的哈，因为小朋友本来以为哄睡了，结果还没有睡着啊，所以我要上去继续拍拍哈，把他们继续哄睡了。各位朋友，那先这样子，祝福你们玩愉快，拜拜。